英暗吼，的主要这个个内容是要含咱研究弥勒这个个菩萨当时下生回龙华三会安尼。但是这个正确性，咱爱依据这个个佛陀所讲的这本弥勒下生经安尼，安尼较有正确，因为弥勒菩萨有天上净土。甲人间净土，天上净土就是迄个弥勒上生经的内容，啊，这个个地上的净土，就是依据这个弥勒菩萨上生的这个下生，吼、哦。那么这个事实有限言量，就是讲佛陀讲的，应该袂偏差。但是阿弥讲日本经的进程，因为深啊。有附在佛法的外道，就是一贯道。因为伊有个家己自迷，啊，佮迷众生，啊，自害佮带去害众生安尼。因已经自从这个两化三会，诶，这个时间共讲了非常的偏差。除了两化三会讲了非常偏差以外，啊，佮真侪问题拢讲偏差。所以步入指导较来高高该对了。今仔日求四海之内该兄弟，求六亲该观想，咱不忍心看到应该对了，看到应该害众生。所以咱今仔日阿未讲到弥勒下生经回龙华三昧的进程，咱先来讲一段辟邪说安尼。哦、那么这个附在佛法的这个外道一贯道，伊有几点问题，咱分作两段讲。第一，有关中国道统，到明主失传，搁再传过西方印度，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一贯道家己编出来，家己编出来。又搁讲，老子出含国关。留下《道德经》五千年了，到印度去转型做释迦牟尼佛安尼，这是第一个问题，诶，大错误，大错误。第二个问题，这个一贯道一个讲安尼，讲中国道统是由淡摩传来中国，传来中国了，到慧能大师六祖，六祖甲传到白祖甲妈祖。啊，即马来，伊就讲安尼，讲即个佛教已经失传啦。道统是伫白祖甲妈祖，但是伊注重白祖甲妈祖，甲当作是儒家的。吼、哦，所以因内底就讲偏执，释迦将五十种方，儒家第五正法通，三机末后是万事，正心诚意合中用安尼，伊就讲偏执一句话出来。哦、那么应该讲的白祖跟妈祖，因唔知讲白祖跟妈祖是啥物啦？应该白祖是个指白玉贤，妈祖是个指妈丹阳。因为这两个人应该是道家，唔是儒家。啊，但是到底对唔对？咱即马看伊的历史，伊的时间安尼，安尼咱就会当了解啊。哈、哦，所以这个问题呢，从处就因就家己讲讲，已经第一。伊即马注重即个火体，甲当作俗家，讲即马真理天道伫俗家个传安尼，吼、哦，即、这个是非常离谱离谱啊！按了解，我即马下来纠正，好注意知影呢。那么第三呢，即一贯得个祖先，祖先讲即个弥勒祖师，吼、哦，应该是从东来下生弥勒尊佛较对，讲弥勒祖师。已经下生给开龙华三会啊、哦、甚至呢一共在天道中的求道者买选拔三千六百乘四万八千贤搁再讲因讲的讲过去青阳期度两亿会愿太佛祖回天那么红阳期啊，有那原在多两亿，而且这个原胎佛祖回天，再来呢，就是这个今仔日叫做白羊期，哦，
本来要到92亿，吼、哦，伊就安尼讲安尼，吼、哦，到底对啊唔对？是也是非？吼、哦，因在前辈者拢总无去考证安尼，啊，我今仔日我今仔要甲考证和正确安尼，吼、哦，要甲恁讲和正确，吼、哦，伊搁在讲讲青阳旗是油煎淀粉将天盘。啊，这个个红阳旗是由这个释迦佛掌天盘这个负责度众生，所以今仔日因一贯都家己讲自称是白阳旗，由弥勒佛掌天盘要度92亿的这个众生，到底是还是唔是？这个就以这个个咱伟大这个圣者释迦牟尼佛。哦，啊！个在圣者出生的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安尼。哦，那么这个有关于这个个莲华三会，咱要对对来了解，就是对应啊，要甲咱上课这本《佛说弥勒》哈、哦，《菩萨的下生经》哈、哦，对这本来了解。莲华三会是当时开的，安尼，咱对应啊要讲。这本弥勒下生经讲安尼，迄、那个所在有写唔对，恁家己较解就好哈。啊，佮再讲咧，今弥勒大乘佛经，安尼来看释迦牟尼佛，伊伫这个经中念，就是弥勒三经内底，伊到底安怎讲安尼？哦，安尼即马当然咱有限言量，就袂去唔对。啊，佮时间佮历史，安尼咱拢来解考证，看安怎又较健康，哦。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有关道统继承者以及圣贤出世的时代，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历史这本书籍，哈、哦，也是讲这个中国的历史年表，安尼来甲考证安尼，安尼咱就能知道，因为因所讲的是计讲老子出函谷关。啊，留下5000年了，去西土那边出世做释迦牟尼佛，这是第一个唔对安尼。那么这个第一个唔对，我先要甲注意讲一下，吼、哦，那即马咱来甲考证，考证啥？考证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诶这个时间，吼、哦，因为释迦牟尼佛出生伫中国周昭王的时代，等于外久呢，吼、哦。等于就是这个公元前1011年的4月7日，你这么看时间就知影哈。那么这个老子，伊的名叫做李尼二辟阳，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老丹。哦，伊出生的传说是真多，寿命真长，比较正确的春秋周定王的时代。迄个时阵，在公元前590年，伫楚国考官考官李乡确认你的人安尼。那么，这个做过周朝，而这个首长仪哦，等于图书馆的这个馆主，哦，孔子捌去甲问道伊哪担，这个是历史来底真正确。因为因相差同迄个时代，老子老啊，啊孔子去改文法安尼，去改清法，所以老子已经是60-70岁人啊。安怎样吼？但是这个孔子，伊的名叫做丘二仲尼，出生伫春秋周灵王21年，等于公元前551年，吼、哦。伊甲479年命中，啊，那是以命数来甲讲呢，命科二子午，哦，出生伫战国时代，周烈王4年，等于公元前372年，甲这个个289年安尼。啊，恁即摆在甲想，那是按照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生伫公元前。1211年呢，到今仔日拄好3012冬安尼，啊对不对？加2000年，
是不是？那么这个老祖一出生是在公元前590年呢，安尼是不是等于2000哈592年？安尼相差几年？相差400几年，啊、哦，要接近相差400年。安尼那会讲老祖去出去做释迦佛？老祖是较慢出世呢，较慢释迦牟尼佛出世差400几年，是安怎讲伊会去出世做释迦牟尼佛？有离谱无？啊，是安怎样？较唔研究何以详细，较袂来闹亏家己，搁来害众生呢？吼、哦！啊，搁大家看，孔夫子周灵王时代等于公元前551年，安尼甲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甲孔夫子有那400-500年。吼、哦！啊，你即马去看、哦、啊。明主伊个时间是公元前372年，这有历史年表，通好考证。安听吼、哦，所以从四位圣贤出世年表来甲看，释迦牟尼佛早老祖出生拄啊421年，吼、哦，早孔夫子出生460年，啊那早明主出生的是早639年。哦，外多伊无要考证历史，啊，甲这个时间表的年代，所以呢，雕工分了四天，分不多地，这是事实的代志。哦，那有迄个个，那有迄个讲啥？迄个个中国道统到明主集团传去西方印度呢？那会变安尼？哦，他还讲道统对阿去。道统是由印度过来咱中国的呢，凡是伫迄个个汉朝的尾啊遐呢，迄是中国道统迄个时阵，较有这个佛教来呢。但是个指中国道统是个指尧舜啊，这个是含这个个咱这个个正统的这个印度传过来这个道统。是两回事啊！哦，因为到这个汉朝明帝兴，迄、那个个明帝望去西方有金人，他请这个叫下令一个，迄、那个个大臣叫做蔡英去西土取经，迄、那个时阵较来。但是那是要甲讲，牛武帝的时代靠达摩祖师传过来，这个牛武帝是搁在道统以后。迄、那个在迄、那个西方蔡英出京回来了，诶，后边代志，这个是两码事，那安尼乌白道啊，道个海在的众生，哈、哦，这个爱注意一下，哈、哦，来道统在因讲的话，哈、哦，在因讲的话了哈，有关道统是不是慧能六祖以后传承到这个白祖干嘛做完呢？因为这个白祖跟妈祖，因这个有一本叫做《道统宝鉴》，吼、哦，伊去讲传落白祖跟妈祖，伊个专对儒家类安尼。但是这个白祖伊本名叫做白玉山，那么这个妈祖是马丹阳呢。这个含这个个慧能大师的迄徒孙妈祖道一，佮另外两回事。安怎两回事？时间无同。哈、哦，时间无同，这个慧能大师是生在东条贞观13年，等于公元637年。但是外道所用的这个道统宝鉴所写，这个白祖是白玉山，妈祖是马丹阳，是道家修行者，并不是在家的儒士。爱注意这点，希望这道亲拢有看到，我这么讲这话，伊拢有看到，哈、哦。白玉山伊本身是姓葛，诸葛亮的葛。生的时阵，因为因老爸看到一个修道人送伊一只白玉，
白色的白叶的这个姜子啊呢，因为迄个蚕哈，迄、那个蚕毒就是结光姜子，所以呢，将白玉蚕、白叶的蚕，对白叶的姜子，啊，佮改号以这个名出来。哦，伊本身是姓甲咯，这种有当可证。哦，那么生在什么时候？生在宋朝昭兴四年，等于公元1134年。那么这个精经，哦，即马看哈，精经含这个个朱熹，就是朱文公。哦，这个朱熹就是叫指朱文公，因为伊住伫因的隔壁遐，差不介远。一个是道家，啊，一个是儒家，因两个捌出去游山，游山去遇到好呢。自主规身躯拢蓝甲淡糊糊，唔过别个上面身躯一滴雨都无安尼，一滴水都无。同时，这个朱文公甲伊问，问讲啊，你开无淡，但是别个上也修行人知影，伊嘛不爱甲讲安尼。哦，笑笑不爱甲讲，这个我有切通个考证，安怎吼？那么这个马丹阳伊是名玉，伊个字叫做丹阳，伊就是生在宋宣和五年，吼、哦，公元是1123年，46岁的时阵拜专真教，而这个教主王重阳为师，哦，含这个库中村是东门师兄弟，那么这是北。北七经其中的一个王重阳拄啊，多七个人，所以迄个七个人叫做七经。那么这两位道家修行者，就讲马丹阳甲白玉禅是拢种道家的，伊是生在宋朝末年，也就是李宗时代的人。慧能大师是初唐武则天迄个时代。那么这个慧能大师和白玉禅相差495年。是道统变了团，安怎团安怎接？相差495年，和马丹阳是相差484年。吼、哦，来我个讲，慧能大师是和白玉禅相差495年，和马丹阳相差是484年。这个是事实相差的时间，咱因也无要求一个实证。胡言乱语，妄造历史，吼、哦，暴露家己无知，误己误人安尼。啊，再讲《六祖坛经》附属品的第十，讲甲十分的清楚啊。讲这个慧能大师24岁，吼、哦，这个团一39岁接法，这咱有读过，知影。但是说法理性拄啊37年，所以呢，伊个得到伊个法术，就讲得到伊个道统诶，五道超凡者不计其数，哈、哦。但是呢，因为得到得法的呢，正道得法的嘛有43个啊，啊个五道超凡不计其数，外道大胆甲改造佛法的书信，讲什么迄落个道统。接对儒家来，啊，传落白祖甲妈祖，啊，这事实在遮呢，所以安尼会害家己，佮害众生，这是真可怜的代志。因甘愿对了，吼、哦、来曲解佛法啦，妄造历史，安尼来会将来受着无量苦。吼、哦，因爱家己好好忏悔，唔通佮继续唔对，唔通佮继续要害人类啊。哦，唔通要搁再继续，家己讲搁讲别人，啊了解哦。那么有关中华三会，咱若要甲确信，当然应按要讲的这个弥勒下神经是较正确，这是有限言量。但是这个问题，因，哈、哦，别人讲青阳多两亿，红阳多两亿，今仔日叫做末劫时期。啊！要白羊时代要到到第二样，吼、哦！其实这个话呢，无一点仔根据，无根据，我甲恁分析，分析互恁知影。
在四海之内皆兄弟，下在道亲兄弟，啊，甲道亲的这姊妹啊，互恁确确实实去认清一条正确的路，吼、哦。因为这个问题呢，是以佛说《弥勒大乘佛经》，还是讲《弥勒下乘经》安尼来甲讲，佛陀所讲的两化三会这个时间，是未来人寿五万六千岁的时代。哦，人寿五万六千，这我分析有骨来变过啊，唔免阁写。但是今仔日去，今仔日去哦，我正甲注意讲哦，应该是爱搁在五百六十万年。迄、那个时阵，就是伫这个行诸怀空，这个主劫的第十劫的是，而且个个正劫，到搁再来算起来是五百六十万年。哦，那么迄个时阵人间成净土，变黄金地，即个伫即个，吼、哦，有真侪经典通去考证，下乘经可以考证，菩萨处胎经嘛可以考证啊，吼、哦，弥勒菩萨下乘，还有呢，即嘛弥勒菩萨是伫事实是伫到处轮，伫接引有缘的众生，哪有来降生伫人间？即、这个时阵啊来降生人间，人间嘛无相信啊。阿姐嘛，唔是伊关心，而且因为一个时阵绝对袂使有两尊佛，吼、哦，所以开两化三会哦。那以下乘经甲大乘佛经甲讲，应该是初会到九十六亿，二会到九十四亿，三会到九十二亿。那么这个弥勒佛伫人间六万年说法，文化者拢总会当正法根地。正法眼地等于开悟自性的意思，就是等于正无生法印，所以相当于初地菩萨以上的水准，哈、哦。那亲像外道去讲的，讲今日弥勒菩萨已经下生人间了呢，还算是乱讲吗？哦，这确确实实是乱讲呐，还叫自迷迷人啊呢，自我我人，这是真危险哈，哈、哦，真危险，哈、哦。啊，现在再说，因说人定佛将天盘在青阳，啊，释迦佛将地盘，哦，啊，现在弥勒佛要将人盘，哦，啊，说释迦佛给将天盘，哦，无，释迦佛给将地盘，啊，人定佛将天盘，啊，到底对还不对？因家己拢脑筋唔知安怎，吼、哦，唔知安怎，为甚物开无去考证这个正统的这个经典？啊，听听迄个哈马萨嘛、乌阿玛的这个话，吼、哦，因为这个坚定佛是伫什么？诶，进前九十一劫，九十一劫前，迄个时阵，甲释迦佛受记呢，这个金刚经内底有分析出来。哦、当时佛陀是七地菩萨，啊，罗林古德人定佛，啊，人定佛，他甲这个菩萨叫做贤慧菩萨受记，甲伊讲，讲初后九十一劫有一个世界叫做贤劫，等于什么？你就是第四佛，何释迦牟尼，安尼，这经典就是安尼写。但是我想要告诉你讲，第一劫偌久？一劫等于地球一个行诸怀空，安尼叫做一劫。你甲想讲，九十一劫，算是等于九十一个的地球的破坏嘛？好、哦，啊，你甲想讲，当时九十一粒地球的进程，迄个时阵的人定分呢，含即嘛是扯不上关系啊。我讲你听好无？一点仔关系嘛无啊？哈、哦。所以今仔日咱众生居住这地球世界，称为现劫啊。现劫的中间呢，现劫有一千佛下生人间要救度众生。第一佛是苦留顺佛，第二佛是苦那含摩尼佛，第三佛是迦叶佛，第四佛就是本师释迦摩尼，第五佛较弥勒佛呢。但是弥勒佛得个爱，搁再爱经过。吼、哦，会记住咯，五百六十万年，伊看到下生人间呢，伊安怎乌白斗？
吼、哦，啊七道八道五八道，啊道道会敢骗你过多，啊家己自骗骗人啊，吼、哦，所以现阶段最后一套叫做螺蛳粉，啊了解吼、哦，这个是根据现阶段佛经所讲的，是有圣贤量可证啊，圣贤就讲圣人讲的，就是大乘大乘。这个法界的世尊释迦牟尼佛讲，安听吼、哦，所以叫做世尊嘛。无上正定正觉的，安尼得到什么三菩提圣者，伊讲出来，这个有圣贤人个可证。哦，所以咱今仔要甲咱讲呢，那要甲讲一句较祖侪，为什么燃灯佛将天盘多能一回天？啊，你甲想讲燃灯佛是第九十一劫前？啊，含即马一点仔关系嘛无啊！啊，是安怎开始讲母鸡就出头出来？安听吼、哦，煞毋是马面甲套在牛嘴里嘛？牛嘴套马面，啊是要怎套？九十一粒地球的进程，啊甲迄、那个甲扭来，扭来今仔日个江青阳的天盘，啊是安怎讲？这是有够离谱的离谱，十足的离谱。那要甲讲一句话，实在悲哀。咁可怜啊！呢，好，啊，道真恁听好哦，这点要注意一下。好、哦，那么这个，咱即摆用这段，更注意道真，你唔通去唔对，唔通去再度人，讲你去度人，度入去内底，唔通去害人，害入去内底，共带人入去内底去害众生安尼。啊，若要除了，请你打电话来讨，吼、哦。啊，是写批来讨，看你要几分拢不要紧，吼、哦，佮再来哈。己有自悲心啦，我唔是计甲伊消遣，吼、哦，为着，吼、哦，考虑着四海之内皆兄弟，吼、哦，大地六道众生皆观想，今仔日不得不无甲恁恭敬袂使进，我并无歹意，是自悲怜悯心要度恁远离这个。地角度，吼、哦，唔对去就唔对去，亲像我十七岁入一贯道，到尾一个姻缘看到大藏经，啊，我就大忏悔，啊，就无代志，啊，有那希望在道亲前辈点传书断主，有那愿在大忏悔安尼，吼、哦，啊，即嘛来，咱来照这下生经先讲一下，搁再一段，这历史吼，这内容有一点啊，几点点啊相似呢？另外一类书啊，那么这个现时啦哈，佛教徒也是讲一贯道，拢有听到一个叫做莲华三昧安尼，阿嘛有一贯道自称，讲即嘛叫做三基木结，哦一贯道自称的哈，那么这三阿加三昧呢，加这个个天地要结束安尼，哦讲即嘛天地已经要结束。但天地要结束，世界末日，唔是干那一贯都讲，是基督教有哪有讲安尼？哈、哦，基督有哪有讲啊？但是这两句名词啦，哈，三基末劫啦，莲华三昧，有人就是一贯都，有人就将这个莲华三昧，佮分作青阳期为第一回，红阳期的时代，青阳期的时代。为第一回，就是伏羲的时代，吼、哦，讲有道能业，等于等于好，等于见老母娘呢，吼、哦。啊，即马来个在讲安阳期，有那有在迄个周文王的时代，有那道能业，等于见老母娘安尼，吼、哦。即马这是一贯都来的内容啊，但是白阳期第三回。伊讲内底呢，迄个道义一贯的道义，讲自从民国时代起，到未来一千零八百年，要度九十二亿个众生，等于见老母娘安尼。吼、哦，捌听到无？菩萨啊，恁捌听无？啊？捌吼？无啦，恁无一贯道毋捌啦。在第一贯道内底，还拢有听到这话啦。恁煞去偷笑，吼、哦！来哈，一贯道讲的哦。那么佫再来哈，一贯道佫再讲安尼。
讲青阳间顶佛降天盘，啊，这个红阳是释迦牟尼佛降天盘，白阳是弥勒佛要降天盘，到底是对啊唔对咧？吼、哦，应该这几点的代志，要共讲的人爱考证好，唔当家己去做傻瓜，吼、哦，听好无？所以根据这几年来我的研究甲考证，吼、哦。我即马将一贯都所讲的这个书，我来做一个分析，哦，就是青阳时代、甲红阳时代的这个时代背景。因为因讲的青阳时代是伏羲，红阳时代是周文王，哦，我即马分析给恁听，恁即马注意听，哦，因为到底当初伫什么款的情形下，会当传播真理？安尼知影无？因为迄个伏羲时代，迄、那个时阵吼，伫咱中国历史叫做神话时代、神话时代。应该你唔知怎，我唔知吼。黄帝时代哦，吼、哦、叫做传说时代。那么，这个就是伫黄帝时代的公元前2700年。啊，那尧舜的时代叫做半信术啊呢，啊呢，这条代志我先跟你讲一下。吼、哦，神话时代、传说时代甲半信术哦，安尼这个要注意啊。吼、哦，但是我今麦跟你讲，到底当初是甚么款的情况下当传播真理呢？注意，文字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文字，啊？是不是黄帝的时代重建历史，创历史，吼、哦，就是黄帝时代发明的这个象形文字。这个象形文字，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方块字，吼、哦。那么这个就是在公元前2690年，因为传说中是讲黄帝四类，你这个重建四类目睭安尼。吼、哦，安尼注意哦。那么这几点哈、啊，这几点，伏羲时代、文王时代，现无文字，会记着哈。伏羲时代无文字，因为迄个时阵是原始人，大家拢当用手甲笔接通的尔。吼、哦，啊，搁再等一下，我会分析出来。第一，有关语言甲文化，文字文化，迄个时阵无文字。免用什么物件去传，咱就嘛注意。这个恁爱注意一点，因为我搁讲落了，就是要予咱讲人口偌济，吼、哦，啊，甲这个法的问题，恁就注意听这这项啊。因为这个中间所头前有讲过，因所讲的连政府涨停盘这个代志，跟报道差也真大，就讲金光经所讲过，迄、那个佛陀燃灯佛的时代受记，这不是今麦两千，这个三千年前的代志，不是今麦代志，是伫当时世尊做七地菩萨，佛陀诞生人间，哈、哦，迄个时是佛陀诞生的人间，等于外久，哈、哦，是佛陀阿哥在爱修一代阿僧期间呢，所以头前讲过，燃灯佛甲受记讲，此后。91劫现劫逆当作佛何释迦牟尼？那么这个话根据啥？根据《本行集经》甲《随应经》讲出来。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哈、哦，即马即世，即马即世啊，迄、那个个释迦牟尼的当世是也观明生而正知讲呢，讲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哈、哦，但以妄想执着。不应正直，若离妄想，一切地无处地自然地即得现前。这个是释迦牟尼是真嘛？啊，那燃灯佛甲受记作佛是伫91劫前，现以一个法号叫做显慧菩萨。啊，是安怎开？毕竟燃灯佛皆将天盘，释迦牟尼佛皆将地盘，阿弥勒佛皆将人盘，这搞得乱七八糟。数字没有智慧，
安听吼，即、这个就是有关语言甲文字的问题。迄、那个时阵，象形柱甲黄帝较开始呢。啊，青阳是要怎去？青阳去当作伏击是要用啥去团？哦，咱大家若知影有一个历史安怎写，有去甲考证，感觉去讲这个话，讲伏击度两亿，登去老母娘遐，感觉去讲这个话嘞？敢有想看卖啊？用大脑想看卖啊？那么第二，哈、哦，一贯都讲青阳的度两亿。哦、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关人口，到底那个时候咱这个地球里面，不要说地球，说中国到底人口多少，多少中国人、哦、因为伏羲的时代是原始神话时代，根本没有几个部落，伏羲也是一个部落的这个主人而已、哦、每一个部落都没有几个，所度两亿的人总是要对对来，咱就来甲讲这个问题。两亿要对对来，哈、哦，根据《资治通鉴》，咱知影吼，《资治通鉴》是司马迁写呀，你敢知影？司马光，宋朝司马光，书记就是司马迁。这两本册恁知无？恁内底知无？有看过无？书记就是司马迁。啊，这个《资治通鉴》就是宋朝司马光，咱知影吼，因为在当时这个尧称帝，尧帝称帝吼，是伫公元前2358年，尧帝称帝哦。但是舜帝为帝是公元前2255年。那么这个呢，等于多少？等于4000几吨。安尼呢，尧舜的时代，中国人还未超过3000万哦，还未超过3000万的人口。所以呢，有关度量的人种是爱达一科证看卖啊，不要乱讲啊！安听好无？不要乱讲。啊，无文字，语言也未通，啊，要对得去度量，度得济人。啊，佮再讲昂扬的是文王。那么咧，第三点有关团的法是啥物？今仔日众生所修的法门哦，就是这个出世的法，也是讲显法拢好，袂要紧。吼、哦，是出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啊，了解哦。尤其是佛法传入中国的时代是东汉时代，等于公元67年。这是已经入公元来了，耶稣出世后啊，他记录迄个公元的年个。但是当时汉灵帝夜望金人，吼、哦，他派这个蔡英去印度，请高僧来中国弘法，啊，佮带一挂经典等，吼、哦，还注意啊，吼、哦，安尼这个佛法咯，印度佛法佮传入中国。因此，这个佛法未传入中国的进程，众生是要用什么修行？现在要注意这点，佛法还未传入来，啊，众生要用什么修行？用什么法修行？要用什么法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嘛，应该要注意，家己已经有大大的错误，嘛要注意啊。哦，这个问题呢，但是现在来跟咱讲三机末劫，这三机末法还是三机末劫？咱即马即个有哪讲个好势哦，哈，讲个好势。即马一贯就讲叫做三机末劫。啊，咱即马拿以佛教来讲，佛法的衰败、正法、相法、末法，安尼多多叫做佛，即、这个佛法的三机安尼。哦，啊，毋过劫、末法、甲末劫，即个字句有哪有一点啊出入的，即点们爱注意哈。我正要甲恁讲。但是一般所讲的含量化上面有一点啊类似，就是一贯道给讲的有点类似，内容拢总是出自一贯道这个道义的册安尼。好、哦，那是从大藏经来解探讨了解，就唔是一般一贯道给讲的迄回事啊，迄、那个代志。好、哦，因为末劫甲末法呐有无同的意义的，爱注意这点啊，哈、哦。那么这个
佛法给讲佛法，就讲正法随彼安尼，哈、哦。但是经典中所讲的佛法形式，哦，都要分做三级。第一叫做正法时期，都要一千担；那么第二叫做相法时期，一千担；第三叫做佛法时期，一万年。安怎样？今仔日佛法的初期，会几件？因为已经经过一千担啊。哦，正法一千担，相法一千担，佛法一万年，安尼都要佛法的初期。但是将来人修十岁，吼、哦，确实叫做末劫呢，安知无？人修剩十岁，吼、哦，安了解无？吼、哦，啊，这个我着头前有算过，互恁看。对阿含经讲来，迄已经有讲过啊。迄个时阵，大地有多边劫，啊，有一叶劫，有几根劫，亲像头前所讲的，吼、哦，劫后人类剩余一万人，啊，佮恢复正劫。啊，人心较去渐渐光明，人寿较从此回升到八万四千岁。所以讲，现在的三期并非末劫安尼，吼、哦，是末法。所以根据中阿含经的记载，末劫的时期爱搁在六千五百担。恁即马记一句话，爱搁在六千五百呢，因为一增一减吼，即马是减减。啊，减减呢？即马来呢？因为进人修是七十五，啊，搁再减偌济？减六千五百，再人修十担，剩十倍。即我已经分析给恁听了，一百年减一回，一百年减一回，一百年减一回，安尼搁再减到六千五百年，拄啊好人修剩十倍安尼，即非常标准的算法，恁唔通唔对。好、哦，啊好，搁另外往一边来讲。另外一面来讲呢，因为一贯道家讲讲五味交替安尼，即句话你拢一遐道亲可能拢有去用功掉哈，有去用功掉。后来五味交替，这个是根据宋朝小雍叫做萧空俭伊所讲的，讲五花交味花的时机哦，迄、那个是十二撇卦来对联，迄我有咧甲研究，因为这个小雍吼。在咱这个儒教内底人，伊都注重这个《易经》的十二撇卦含十二地支。十二撇卦的主跳寅卯是金木水火流水海，哦，啊，这个等于十二，啊，加这个啥呢？加这个个十天干，等于主跳寅卯是金木水火流水海，安尼来加排出十二卦字出来。所以伊有那用十二撇卦和十二地支，吼、哦、十天干安尼来去配合，安尼多啊，有那得爱我甲算起来哦，到这个五味交替的时期吼、哦，应该有那爱个六千六百十二年，安尼卡叫做末会的初期，末哈、哦、叫做末会，吼、哦、五味的味会，安尼哈。这点安尼讲，恁可能听较无。这个搁好一贯都讲啊，听无。因即爿讲讲住，对对算起啊。哦，算这边。哈、哦，住跳眼貌神之五味心又损害，干咪算安尼？阿公即爿伫即个，啊，应该是爱个安尼。爱哥在叫算起来，爱哥六千六百十二单安尼，吼、哦、啊！但是起码因为我这本内容吼、哦、已经算足久啊，应该是存六千六百年安尼，差不多安。啊，再讲六千六百年，啊，我算的这个根据阿含经讲，这是六千五百年，安尼差偌济？安怎样吼？孝弘这算的因五比高低是六千六百年，啊，我算的这阿含经算是六千五百年，安尼你甲看。哦，那是即马是三级末劫，啊了解吼、哦。所以以上所讲的，如果那是以文学和历史来个研究的角度看，当然爱搁再好好探讨，爱搁好好去考证，他会当了解伊的真实性安尼。哦，如果以信仰为宗旨，法义经袂使含糊不清净，袂使安尼，家己唔对，啊搁再唔对，安尼继续讲，啊讲到家己个闹亏，哦。安尼会造成自我耽误，
啊，佮害众生。但是如果是一位说法者，吼、哦，一定爱考证法义的真实性，吼、哦，较袂去误导众生安尼。安知影无？其实说法误导众生的这个罪过，未比五逆十恶罪佫较差。你来知影这个问题，因为五逆十恶罪必定坠落无间地狱，所以你这个说法者来说法错误误导众生，是有那无间地狱，但是时间愈长就对，愈长。因此，咱大家爱小心，千万唔通害家己。对了万丈的无间地狱深渊，吼、哦，有人在学时阵，因为信仰上的攻击，吼、哦，不时落苦，安尼自认为应该度众生，安尼到处到处安尼走动，但台湾安尼走动，啊，就安尼出钱出力，啊，就搁再去外国，吼、哦，因认为该度众生呢。无明德应该做，拢都是个误导众生，个害众生、害道亲啊！好、哦，因家己未感觉是安尼，因此造成死亡症是无量的这个病苦，产生着这个肝变化、尿气变化、尿毒、胃变化、哦、心脏变化，拢产生，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五类行心安尼。哦，东方甲一木为官，不仁就是伤官；西方见神经不义就是伤气；北方饮贵水不治就是伤心。哦，那么南方拼灯火无礼就是伤心脏。哦，说妄法、说妄语，它产生着中央木基土，诶，即个叫胃肠病、脾土病安尼。安尼都应在因，教人讲那唔对，都爱学五类行心，天天累度，都家己自害害人安尼。即嘛，伊即句已经解过，讲天人共感嘛，唔敢去再讲五类行心啊。哦，你甲想看卖，安尼有无耻无？不如个基于慈悲甲好意，请在道亲接受我的话，那唔接受我的话，恁家己去研究看卖啊。好、哦，唔通去继续落啊。不过呢，这个问题吼，我是自卑心，吼、哦、真诚恳，要爱恁返本回归信息的这个宗教，所以唔通搁再讲搁再误类啊，误类呢，可能未来，吼、哦、所有的人拢总是陷入深渊，这个就是最悲哀这个代志，所以千万唔通一错再错，自堕无间地狱，受苦无量无边劫。但是那么龙华三会的正确性是安怎？龙华三会今仔日从含自由研究的主题，咱可以根据《佛说弥勒下生经》来研究。哈、哦，因为弥勒下生经来研究呢，这个代志，安尼咱就会当了解龙华三会的这个真实情形。但是这本《佛说弥勒下生经》的这讲经，因为是佛陀大弟子。下礼佛关心未来众生如何会当受到现劫第五分弥勒分的救度，所以清晰佛陀开始，佛陀较依处因缘说明弥勒下生人间的这个实际状况。这个我甲分做几点：第一，弥勒尊佛下生人间的这个正确时间。第二，在东来下生的时阵，国土平坦清净。那么第三，在人民性情温和，哦，生活安详快乐。第四，在人民的寿命拢总是84000岁，一个无病苦。第五，弥勒，哦，由诞生受到正道道场，开三处莲花会。第六，就是徛舍尊者，提示金利益。作为信物安尼，咱个分析做这六点，哦，下面拍个说明，弥勒尊号。